既然你还不满意我，我可以做出补偿，这总行了吧？ 第三魂环吧。 凤尾机关蛇，不知道是多少年的，6米到8米，1300年到1800年之间，是和翁斯克，拦住他。 机关蛇喷的烟没有毒，都是吓唬人的。踢得漂亮。 抓到你了！行，很明白了。动手！啊！杀蛇啊！哦！你看什么？快吸取魂环啊！哦！ 使命交给你了。 我飞起来了，我能飞了！哎哎，你这个怎么控制啊？哎，我怎么下去啊？我怎么下？
我晕了。怎么样？没事，我都适应一下，应该就好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刚才忘了说了，猕猴桃只能飞半炷香。我们只是穷学生，身上一点钱都没有。你们没钱，那个浑胜有钱呢。啊，他又看中你们，到时候拿你们当人质，嘿嘿，一定能敲一大笔。我们学院特别的穷，这话谁信呢？他说的是真的，不信你们去打听一下，史兰克学院以穷出名。哥几个，给我抓住他们！慢着。你们是什么学院的？史兰克学院。索托城的史兰克伯乐让你们来的。你就是总部那个人。小子，别在这儿给我添麻烦啊！识相，赶紧给我滚！这小子这么年轻，就是一个四魂环的魂宗了。虚张声势！果然是个废物啊！哎呀，你这个废物！去你！我的腿怎么不动了？我的腿，我的腿！大哥！你杀了他们？是他们要杀我。我让伯乐来见我。来的怎么是你们？哦，中毒了。伯乐说你能解毒。这毒我是能解，可我为什么要解？你们是和那个魂圣一起来的？你早就发现我们了。叫什么名字？你要怎么样才能替我们解毒？我问你名字。唐三。我是叶知秋，我提醒你们一下，就算是皇室和武魂殿，也没法解这毒。所以，我是你唯一的希望。怎么，你觉得你打得过我吗？那我也要打。要动手，我第一个先杀他。要我解毒，就要帮我做事。你先替他解毒。你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。好，你要我做什么？